有中午的时分，一直到晏昼三点钟，天昏地暗，黑暗笼罩大地。在圣殿里面的帐幔由中间裂开了两边，天父，我的灵魂而家就交喺你手上。当军队嘅军官见到所发生嘅事情，就归荣耀俾上帝。呢个真系一个义人，荣耀归于上帝。